兄弟们，有个人组织了50个人要在最后一刻一起打部落战，可能有的人已经刷到过那个视频了，但是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对面的视角，也就是中国魂部落的视角。现在距离部落战结束只有2个多小时了，国魂这边呢是早早打了150全部打满了，而对面还是零星一刀没打，看来没有内鬼提前打还不错，挺有纪律性的。 Later。 好，现在时间又过去2个多小时，他们突然开始一起打了。这个星星在疯狂的涨啊，咱们现在再看一眼50号位吧。哎，刚进来就要看到1星99了嘛，他这个名字好评啊，毒奶一波对手直接1星了。好，现在短暂的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直接打到了130星，不过时间结束，部落战还没结束，说明还有人在打，我们找一下。好，是这个人，好家伙，直接20个人观战，这场看样子还能打3星，应该这个心理素质还挺不错。最终比分是150比131，国魂这边拿下150，那说明实力是相当的强悍，拒绝一切花里胡哨，毕竟是老牌战营，都是高手，不用多说。右边呢，组织力也很不错，50个人同时打部落战，不说前无古人吧，但是整过这个活的人确实是比较少。这个游戏要多来一点这样的活也挺不错。最后再说一下，本场的解说台呢也非常优秀。好像没我什么事，我就是水一期，发一期视频，兄弟们来个点赞，来个3连，把视频顶一顶，让更多人看到这场精彩的部落战就行了。我是台磊，点个关注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